的，然后要去两个人要去平小分去争夺成绩的，因为水平很接近，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压轴好戏，梅德韦杰娃要来了啊！全场的欢呼声。从刚才连秀和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小将发挥来看，这个梅娃只要不出现特别特别大，像第一位出场的意大利选手那么失常的话，应该这块金牌他就是他的了。嗯，今天我相信到场的85%以上的观众朋友们都是来看他的，就是来看他的。
今天的表现也不是很完美，是，但是他还是一名这个很有经验的运动员。嗯，我观察到他前几个动作全部都是计划应该做连跳的，那么因为第一跳的这个落冰不是很稳，那么他就临时决定在后面去补做这个连跳，那么当他在后面发现落的又不是很稳的情况下，他就临时把这个三周跳改成了两周跳。这个单人滑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赛场的时候是没有人跟你去分析你后面要怎么做的，全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嗯，说我这个动作失败了以后，然后我要下一个动作要后面的几个动作要怎么安排。是，比赛就短短的几分钟，是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当你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所体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其实也是能力的一部分。是的，这个优秀运动员和这个没有经验的运动员的差别就在这里。嗯，其实我相信现场的大部分的冰迷，没有经过像马指导这种专业训练，他可能唯一看出来梅娃的一个失误就是落地的时候手撑地那一下，因为别的他可能根本看不出来。没错，因为他是动作里面是有这个连跳的三次连跳的，那他的水平肯定是要做三周连三周跳的，而且在第一跳，我们等一下看他慢动作，第一跳落得不是很稳的时候，他就决定了用后面的跳去补救。第一个是没打算连的，他第二个动作就开始，第二个和第三个。赛服也是跟音乐也是非常配啊，可能是大家看到只有这一个，对，看一下这是第几个，对，这是第二个那点，那他其实这个是打算要补救做成三周连三周的，那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个第一跳落下来已经不是很好了，如果勉强连三周跳可能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他临时决定了两周连两周。单人滑的这个一个人在赛场的这个心情啊，当时这个脑子里面在转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考验一名运动员的。虽然不完美有瑕疵，但是应该不会影响他的成绩。对，应该不会，他这个总成绩排第一啊，这个应该不会影响他。主宾教练奥塞尔是也是羽生结弦的教练。嗯，大家都很喜欢他。是的，标志性的大眼睛。奥塞尔团队，对。还是连秀今天的那套动作做得更好。对，当然总成绩他还是无可争议的拿到了第一啊，梅德韦杰娃191.78分，对于他来说这个成绩并非非常的好，但是也足以在上海超级杯的赛场拿到冠军了。好吧，在看完
女子单人自由滑之后呢，又将会进入到一个 breaking 一个交冰的时间。在交冰过后，我们会看到今天所带来的最后一个项目的直播，也就是双人自由滑的比赛。在昨天彭城金阳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的，我们在差不多十分钟之后来看一看这两位被寄予厚望的双人滑选手能不能在这个赛场同样在今天这个夜晚表现出色了。好的，稍微休息一会再回来。